其实啊吼，我才咧才爱三点钟，叫我一直为规为头到尾拢挂口罩的时候，我等下就可能就难过你来搞我 CPR 啊。嘿，我会袂喘气，你不知道？真的。对，无敢会使，我出电话时阵卖搞我去。无你若搞我抱，就是卖搞我抱。对，卖抱。嘿，你着抱走，你若着好卖抱我，无我若靠罚钱的时阵，我一定找你的 FB。真的，这是真的。那个一次罚了就好几万块了嘞。没有错。对，卖安尼啦吼，我真正无想要挂口罩。对。因为早囡仔呢，嘛是爱保护家己啦。对。我家己已经做多个呀，所以我唔够惊，我无惊多啦。哎，我自己就已经很毒了，好不好？不怕被传染，好不好？不会啦。你有去打疫苗吗？有啊，对啊，我没有打，你有打就好了，我干嘛要打？啊，对啊，你有打你就保护到了啊，我没有打，我也不会传染给你啊，因为有打的人也不会传染给我。哦，对啦，对啦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也怕打针嘛。对的，真的吗？可是还是要打啊。真的吗？对对。我再过一段时间，我先去心理建设一下。哦，没有那么快啦，没有，还是要去打一下。一定要打一下。要打一下面。那痛哎。人家受之法，那个身体法不受之父母，所以我宁愿不要去受他，因为我爸妈也不敢打，不是我而已哦。哎，对对对，直接啊，嘛小爱主啦，也是要提倡一下嘛哈。对对对，现在三种疫苗就随便你选，对对对，跟好的就接啦，啊，跟好的唔对的，就是你啊，我都会听吼。好，来继续下一首歌曲。南林的珍惜啦吼，即卖南林拢真爱煮饭，真爱唱一下南林的珍惜。会晓不珍惜的查甫人，才是好查甫人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老前辈，各位来宾。
己，身体好平安大赚钱。今日介绍荷兰人去吃，特别推出上内气味。阿伯特选，来加点鱼搞花，加点花生，来不介绍来改变。阿伯特选，来推出富华山运势好。啊，选择哪只路线给你所在？听我台陪你指导，会顺将，我不断的改进。好嘞，过来。